人生小站 Live Station， 欢迎您来到人生小站，停下匆忙的脚步，一起品味人生。 Welcome to Live Station， Hold your busy steps， Feel real life。 89站 Stop 89，自律的力量，The power of self-discipline。 自律就是节制自己的想法和行为，自律的力量就是控制自己的能力。越有智慧的人，自律的能力就越强；越是愚蠢的人，自律的能力就越弱。解救一个人的来源有两个，一个是自己解救自己，一个是靠别人来解救。一个需要由别人来解救自己的人，不是无能的人，就是懦弱愚蠢的人。自律需要坚强的毅力，培养坚强的毅力需要自己割舍不需要的人事物，割舍不掉放不下，就无法自律。无法自律到了一定程度，对生命就会按下停止键。例如医师叮嘱按时按量吃药，避免某些活动饮食，无法自律按时按量吃药，避免某些活动饮食，原本有望康复的病情就有可能恶化。自律是人体的刹车器，禁止人体直线加速进行。自律也是人脑的抑制器，阻止人脑冲动，忍不住欲望怒气。自律就是自己防范自己，不让自己做会伤害自己的事，不让自己说会伤害自己的话。自律也是尊重别人的具体表现，因为自律才会不做可能伤害别人的动作，因为伤害别人的反作用，尝试伤害自己。自律就是自己设定规范自己的法律，人人都需要自律，即使是帝王独裁者。自律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忍耐，忍住按耐自己的欲望脾气。因为无法自律忍耐的帝王，导致众叛亲离惨死的例子比比皆是，更何况一般无权无势的普通人。自律不仅可以让人忍住一时的冲动，更可以让自己谨守一定的生活规律，让自己身强体健，神清气爽。极少有生活不规律的人可以寿比南山。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，谢谢您。 May you be in safety, healthy and happy. Thank you.